上升因了因时行，五谷插粮也因了因许多措施。不过讲到空间养生，许多后生人会感觉讲给老人家说的东西无嘛兴趣哦。苗栗乡人林文秀屯来也乡下屯五谷插粮的形象，做啊个创新后生，唔单止产品做啊个精致，还研发出多样的产品。传统大家会泡的米糊以外，还会落苗栗菜体农体产，像草莓、姜麻、凤爪、泡菜也都创新批房，本五谷插粮由大家头白想唔到嘅几多米事。到工厂随批的多，体味也香米，养眼机器多，草味又黄体味、绿体味囤保修，也是五谷分的基础。林文秀坚持真材实料，唔落任何的香料，保留天然谷物的精华。像现在看的都有本土嘛哈，一般三色的土啊，一般国家的全部登记也哈，那叫做草体味都那叫啊，夏体味全部也有，时间一到，包括体温检查，是不是超多数的，肯定没问题。都做对下体温，进入难分的阶段。林文秀的五谷分食品，37年前对黄体温开始，本单是在福屯中都员工高福利中心来买为主。那这个加工，它有讲叫做五谷杂粮哈，做饭体、炒饭体啊，我买七货，咪做蛋体。你想，人家东西应该行一条的路，啊，全身的军工教育。今日黄头粉做起啊，变作很多豆浆粉。店面店文秀提从油做些生面，退休过后再接黄头粉的事业，再兼少量干班，无从弄摆暗号的。店文秀从初同脑筋开发五谷插粮粉，主打养生路线。真系香港真系今日冇生意，我今日同人做黄头粉，今日唔错相关，你做唔得，你做唔得，你落去吼，变作讲唔条卖到奈啦。好，跟以前的市场老一下完全冇同样，所以讲系唔开发嘅多种，因为以前啊，细细从阿公嘅胎哈，因为都炒饭胎啊，佮阿妈嘅胎会有，我想要看以前嘅有胎啊，他都拿试验看，可能买个黄胎、绿胎、乌胎啦，买个胎各国类哈，全部拿试验叫。你看人家一来都讲，我调嘛，该我进来先有嘛，先东西还是来，自选要 DIY 要啊，类似这样买哈。林文秀的绿茶粉一下将近200间绿茶店来用，将银他的需求调批房，每间店如油漆加贴片的面积，他自发清透的能力，还比以前气都有名企业的订单。我想一天开发起来一多产品，所以讲唔研究行较多漆加个批房。就台用台湾讲的嘛，变成慢慢做客制化。当初很妙了，你从我买个货，我用紧日本当台料，都不我行个精致路线。那个客户我买个我开发买个。听你推荐你经营行业过后，韩国建立起咖啡品牌。屯五谷插粮粉的形象变后生，加以新的元素，屯五谷创造出千多种变化的口味。我们就是以这个五谷实验室的概念，就是一个五谷的调配师，好为自诩啦，然后就是可以变化万千年。虽然五谷杂粮只有大家认知的几种，但是我们可以变化出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出来。海淘的佮伊想法讲，慢慢做精致化，吼，做按产品吼，无像以前种个嘛 OEM 啦，吼，那个 OEM、ODM， 佮种吼利润空间啦，越来越少。伊全部想法真的来自后生人的想法，啊，伊若看老人家，当时代很多也要批下啵。一下林文秀屯来也已经研发出200多种五谷杂粮泡味精品。韩国轻量使用苗栗菜体的农体产品，像是凤爪、草莓、姜麻、福菜也都如有用到。这些在地的原料，或者是在地，我们很多这个农民懂辛苦的作为农产品，我们也是尽量能够想办法克服去采用。
啊，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尽量能够在地化。除了传统的五谷米糊粉之外，林文秀屯来也还开发出新多种的产品，将喺茶新品类旗下种的五谷变做五谷茶饮品。我们用五谷粉做成的那个五谷茶，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不想喝太浓稠的，他把它变成是茶包类的，好，就是比较清澈。就连饮茶皮的细点上面有用米五谷压到天然的原料，轻松一滴一滴打谷粉，就是米糕饼，还清有肉丝米有单纯的红米丝。所以我们东西不是只有那个米吧，有加一些五谷哈，一些什么坚果类、葡萄干啊这些的，有三种口味。韩国菜批发都提醒，五谷测量的肉丝米跟原本数量之下的数控，变成又有肉丝米，又创新，又香又妙的好米线。